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一级啊，这个角色就不用我说了对吧，三国志战略版有名的战法将啊，基本上来说抽到这种角色啊，把它分战法就可以了，拿到的话硬想玩，虽然说也能玩，但是真心不是特别的强，而且在现代版本开发的人也是非常的少。那为什么说一级弱呢？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看一看他的兵种适应性啊，只能是玩骑和枪，枪兵要宝物，一级这种角色他也配拿宝物对吧，所以说只能是给他玩一个骑兵。蜀国的骑兵中啊有非常多优秀的角色，比如说这个刘备啊，比如说这个姜维对吧，或者是关羽、关音频都是优秀的角色，但一级在骑兵中啊就是相当的不优秀，甚至说实在的，我个人的评价是一级和这个我们的这个盖中盖徐庶比的话啊，差不了太多，就是确实是差不了太多。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个一级的基础属性，在一级的时候啊，一级的时候啊，这个武力值24.32无所谓对吧，智力值呢是82.5，在一线法师中啊不算是一线法师，只能算是二线法师的一个智力值，统帅29.67，哎，这个就我们要特别的说一下对吧，他这个统帅低的真的是非常的离谱啊，29.67，就不说他后续的成长还行，但是你要说他这个基础的对吧，29这个统帅他真的是啊真真正正的文弱书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来简单看一下，首先说诸葛亮对吧，咱们看一下诸葛亮的统帅，一级的时候就有高达98啊，你看他29他98对吧，你说诸葛亮能比吗对吧，预期啊，那当然可以啊。我们看看徐庶一级的基础统帅都有87，你想一想有多么的离谱对吧，观音频一级的基础统帅有73，哎，这种炎炎那种啊非常垃圾的废将，他的这个统帅值也有80对吧，那一级这个角色确实是非常的阴间啊，他这个统帅值确实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对吧，他自身的一个防御能力，尤其是物理兵刃防御能力真的是差的离谱，速度呢49.49也是比较慢的一个速度啊，那他自身的这个战法就非常的离谱，使自身施加的灼烧、水攻、中毒、溃逃、杀爆、叛逃等状态伤害啊提高90%，休整和急救这个恢复量的提升30%，基本上来说玩一级让他输出嘛对吧，那输出我为什么不用庞统不用姜维输出用一级输出呢，而且这个角色还非常的脆，当然也不是不能玩对吧，他把给他带一些这种比如说临机之胜啊这种非常适合一级的战法倒是也能玩，不过玩起来的话肯定是没有对吧，比如说司马懿啊或者是这个陆逊这种角色带个临机之胜来的好用一点的，那临机之胜就不用我说了对吧，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战法，它分解之后啊，用朵丝或者一级来分解之后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输出性的战法，55的概率的一个瞬发战法，虽然说有一回合的冷却但是也是非常不错的，对敌军群体两人施加一个这个两回合的一个中毒状态啊，伤害呢是120%受智力影响，如果敌军已经有中毒状态，比如说你上了一个这个无当飞军对吧，那再打临机之胜就会随机获得灼烧、叛逃或者是杀爆啊这个状态的一种，而且伤害呢也是120%，所以说这个就非常的不错了对吧，那这个技能在现在很多的角色中都有应用啊，比如说这个司马懿对吧，没有用通神用临机之胜啊，比如说给这个张角太平道法临机之胜对吧，比如说给各种大洋的大法师，比如说这个庞统对吧，太平道法临机之胜，或者是甚至是连太平道法都不带对吧，临机之胜四变三日的也有啊，这个玩法就现在非常的多了，而且配合无当飞军的确实临机之胜啊这个奇效还是有的，但是啊一级这个角色他最大的用处对于我们来说大部分情况下就是啊玩临机之胜了对吧，行了，那这个角色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非常可悲的一个角色，尤其是这个角色确实是脆的离谱，导致了现在版本啊愿意研究他的人都非常的少，而且增伤效果虽然说确实比较的明显，但是你主动施加的灼烧、水攻、中毒、溃逃、杀爆这种效果呢，它是会被我们这种进化类型的技能解掉的，所以说现在一级就用的人很少了对吧，草船遍地走，刮骨遍地走，一级玩个锤子。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